因為本身自己好細個就有咗職業嘅定向。我覺得咧，每一個人喺六歲之前，佢哋嘅興趣啊、志向啊、目標等等已經定咗型，咁所以可以成為到佢哋嘅模範咧，更加加強咗我對教學嘅熱誠同埋動力啦。同埋我自己本身咧，嘅興趣都係彈琴啊、唱歌、做手工等等，咁可以將我嘅興趣投入於日常嘅工作咧，令到我對工作嘅滿足感同埋歸屬感亦都加強咗。我曾經在一間 Visual Emilia 的幼稚園實習兩個禮拜，印象很深刻，因為它的教學方式是透過環境來誘發小朋友的自主學習，而這一類型的幼稚園在香港不常有，我希望將來有機會也可以投身於這一類型的幼稚園工作。我很開心，因為 Hong Kong U 取錄了我，我將會直接入讀應用兒童科學學士學位的三年級。回顧翻過去嘅兩年 ，YCCC 嘅師資好優良，講師亦都好耐心咁回應我各種有關功課上面嘅問題，令我成績不斷咁進步，真係好多謝佢哋嘅耐心教導。